边啊，都几个人俾人怼冧。倉庫入边有两个人，怼冧嗰个两个之后咧，里面咧混住一堆啊，吓衣着半裸嘅人，一开锁啊，所有人咧争先恐后咁走出去。佢个里面啊，就得一个女仔冇喐。嗰个就系、是，冇错，就系、是、小实啊。佢用啊嗰个睇唔到嘅眼嚟捉住我只手，然后咧就握住我唔放，一路喊住同我讲多谢。我只孱弱嘅手，我无论点都冇办法放低。所以你之后就变咗佢监护人系嘛？哦，不过我之前咧都系佢亲生女嘅老豆。哦，我女啊自细体弱多病，因为药嘅副作用啊，死之前啊眼睛睇唔到嘢。我女嘅身影啊，就同嗰时小实喺我眼中重叠啦。马志马，真道，我冇再俾我女啊，俾我先行一步离开啊。为咗保护女，要我杀几多人我在所不惜。我都明白咁样唔啱，但系冇其他方法啦。我希望你都帮忙啊，真道。我去你个雇主报告，应怼林小实嘅事啊！哇，好蠢啊！呢件事咩啊？原来系睇小黑社会啊！呢啲小把戏啊，黑社会好快睇穿。咁啊，仲有冇其他方法啦？你讲下。話しはしまいや。唔使讲啦，我唔同你计划嘅。そうやってまた逃げ。你又谂住逃避啊？你知道啊，你之所以冇一只眼，你以前就系咁样逃避过嚟啦。その愛して逃げてきたからやろ。何やと？你讲咩啊？何やかや。你一路都系揾啲理由啊，说服自己唔好整污糟自己对手啊嘛。但系你本身就系黑社会，一旦染到黑色，你边度都系黑嘅。既然系咁啊，就要落地狱嘅准备啊！你了解我啲咩白痴？我再问你一次，你系咪唔想听我说话做啊？冇啊！系啊，咁样啊，我哋话俾你听，黑社会嘅作风系点啦？连计划俾你知道，就唔可以俾你活着离开啦。好啊，睇边个好抽啲。佢死啊！震到李文海，终于知道你全名。好，嚟啊！八极拳，哇！踩踩落去，鞭落去，哇！鞭唔到，我黐线攞手，哇！踩，哇！几靓呀！鞭落去，呀！黐孖筋，呀！呀！呀！活开你！呀！双截棍系咁拗，系咁拗。好，又似啱啱想出击。呀呀呀！双截棍，拗拗拗拗拗，喂，嚟啦，一嘢执落去，啊，咁大力，哇，手俾佢扭断，呀，想出龙爪手，好扭过去，哇，俾得靓啊，哇，又俾佢咬断另一只手，啊啊，呀，回马扎。又似你，呀呀，好超级劲，一嘢砸落你口，好一嘢打落去牙齿都爆，未完啦，契弟，我个死仔，挡，好殴落去。我出唔到极，呀出唔到极，唔使补血都怼冧你双截棍，
好挡得靓，傻仔，我有棍会输俾你个傻仔呀！双截棍，轻松解决，超劲！你睇下我打大佬唔饮水，等阵啊，震到咩废物手下败将，除咗揾第四鬼，真系冇其他方法噶啦，震到。我就想保住小神条命咁简单，就需要一个小神嘅尸体啊！咁样落去，仲有一日，其他杀手会揾到小神嘅。喺嗰个之前啊，你都俾人怼冧啊！点解呢个道理你真唔明啊？如果真系变成咁都无妨啊！佢嚟几个，我杀几多个咯？哦，你讲咩啊？嗰啲事你有咩可能啊？的确，人一旦染咗黑色，无论去到边度都系黑色嘅，永远都冇办法脱身。不过咧，至少啊，要拣自己可以咬嘅对象系边个。呢个就系我嘅作风啊！喂，等阵啊！好，攞埋件衫走人。風邪ひかんように見といたれ。好好睇住人啊，唔好等佢感冒啊！その子の親。你对佢而言唔系好似亲老豆一样咩？好，黐线呢个李文海嘥我时间喺度，又喺度打我，唔知做乜鬼嘢。我要报串一早报啦，大佬。如果你要怼冧人，你咪怼冧咯，你自己使乜同我讲嘅，系嘛？嗰个鬼事啊！好，吸烟。好，拨走啲烟灰先。点啊？眼瞓。唉，我究竟喺度做咩？好，有啲咩喺入边啊？抌咗佢。我梗系俾人监视，俾人执咗袋衫，我估到啦。聪明过嘅我已经预计到所有嘅剧情，跟住就大镬啦！我翻到屋企喎，我坐喺度冇瞓过，点点点，今日已经三日啦，结果咩都冇改变，应该话情况越嚟越坏。如果俾佐川知道我救嗰个女仔玩完啦，会唔会坐去仓库咧？定系同平时一样去 Grand 路个脸啊？哇，啱啱好啊，时间师傅埋差唔多入去师傅先打大佬，我就知道一剔怼啦，临为咗要准时收工。喂，师傅啊，我冇喂，而家咁戆居，屋企冇啊师傅啊，啊啲黐孖筋啊，以前唔系张床定咩，太残旧太废间屋。污糟邋遢都师傅都冇，会搞错啊！自己屋企都冇啊师傅。睇下先，永远都记唔到呢度，因为太少翻屋企，你永远都记唔到，即系喺边度？喂，大镬啊！喂，会唔会经过师傅开啊？啊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！好，啱啱好啊，保存咩偷玩？啱啱之前见到有啲人话咩偷玩，傻啦！我古剧情不嬲有一手啦，睇咁多年师奶剧，傻啊！我编啲古，因为佢哋嘅编剧
伎俩喺我嘅之下，所以我就估到佢哋一般人会点谂啦。我估到晒，喺啲镜头已经知道佢想讲啲咩啦。唉，食屎仔！好，契弟细串阻住我收工。你又好白痴，你嗰啲一脚唔知拗，你真系好戆居。若林林完三咪若林，好拗落去。啊，你啦，又喂有得出击啊！唉，好难捉我几时有得出击，有时你储满咗嗰条棒都唔系出到。同埋边潮文差唔多完啦。今日边潮文呢，真系由下夫所使嘅，就我做老细咧，减你人工咧，炒你鱿鱼咧，天公地道嘅。老细俾得钱你咧，无非咧为咗利益啊，为咗着数，冇着数咧都俾服务我咩？系嘛？服务都冇啦，算啦。我只想你咧乖乖地咧啊，冇搞屎棍就得噶啦。但你班契弟啊，冇鬼用，咩都做唔到，仲要搞我。我而家已经好兴噶啦，要数真系有排数。你班咧契弟咧已经高薪厚职，年年加人中加人工噶啦。今年表现咧差到咧好似神亏道友挤奶咁，奶水一都冇一滴俾我。但系咧仲好意思叫我加人工，话要激励士气。系啊，激！激死老马差唔多啦！你哋面皮厚到咧可以挡子弹，算人工咧我照搵走佢，仲要揽住佢当契仔用。支谷嘅系咩啊？班契弟唔做嘢，老细蚀钱都唔可以扣班有人工。叫个 CEO 递信咧，佢又赖死唔走，我又唔可以炒佢，我就系黐线啊！咁呢篇文咧就系、是、可能成日啲友都闹，即系啲员工。闹得多啦，咁啊呢个咧就系一个以老细角度写，咁大家认唔认同咧就自己睇啦。咁今日差唔多啦，我哋时间咧啊都差唔多啦，系时候到此为止啦，系咁先，完。